呀，这边车夫车被开走了啊！搁这，站住站住！本节目由钢枪钢不过落地做成盒的自玩酱出品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自玩酱，带你见证吃鸡儿的一万种吃法。往哪跑？他哪来了？抢我的车，追不上他了，没有油了。哎呦我气死我了啊，这嘎嘎啊，可这我的妈呀，去你的了，我去这嘎嘎，死了，好，这嘎嘎啊，他们要过来舔包，我干他们！我去，这边有人，这边还有人，不好混了，靠，秒我！我靠！来人了，几个人？就一个。哎呀妈呀，就一个小嘎嘎嘎嘎！完了，不是一个。去吧，啊，咣炸倒。去吧，咣！去吧，咣！妈呀！没炸倒，赶紧撤！来了。哦，哦，哦，哎呦我去，没怼过他，没怼过他那个啊，啥也不是呀，啥也不是呀，你们，啊，我一个人就能教育到你们俩，哎，嘎嘎，小嘎嘎，跟我俩装嘚呀。哎，这是什么枪？哎，撂倒了，气人不？哎哎，哎，趴下，你气人不？太会行人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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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哎呀我去，在志哥面前偷袭完我还想开车，这是凡是试图想跟志哥俩钢枪必将灰飞烟灭。走，还有九个嘎嘎啊，哎呀疯烟了，疯烟儿了，你们就是一群小嘎嘎，志哥一个人就能教育到你们仨。哎哎哎，完了，哎呀妈呀，我和疯烟扶人呢，结果没啊，咣，跑哪去了？来了，离我很近呢。啊，都在前面，挺远的地方呢啊。来了。
哎哎呀，完了！哎呀妈呀，俩人打我一个，二打一呀！我是这玩意儿，一个永远吃不到鸡儿的游戏玩家。